那一位那个主播，他麦序时间到了，现在是由我接麦。然后喜欢喵的，把喵的直播室通知点一点。你准备了三个，这个第三个风筝舞好像上一个主播跳了，就把它换成一个扇子舞吧，就把它换成一个扇子舞。你们看哪一个？不写了，一二三，第三个是扇子舞，刚刚那个跳了，他跳了上一个。我给你截个屏哈。五四三二一，三。准备准备要开始。
我的鞋掉了，跳跳的我的鞋都掉了、刚刚走路那个鞋都一掉一掉的，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，太尴尬了。然后喜欢 Mad 把 Mad 直播室通知还有关注，这个直播室通知还有关注一号麦的关注，守军户的宝宝点击我头顶下方有一个星星的按钮，谢谢花生哥哥。还有送留给 Mad 的宝贝们，不会有人注意鞋子，那你们在看哪？然后爱看跳舞的记得锁定993频道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把这预约给预约一下，谢谢清风。手机用户点击我头顶上方有一个心形的按钮，输一输你们的小花花，送一送小花花，打打卡点点心。看哪我懂的不知道啊，我觉得如果是我看的是这个气泡，我觉得这衣服挺好看的。还有两个，第一个叫风月，第二个叫天下无双。天下无双是一个比较忧伤一点的，然后风月的话好像你们都听过，第一个风月，第二个天下无双。那个衣服我还没写完，衣服我还没写完。5 4 3 2 1，三是什么鬼？
小哥哥哥，谢谢寂寞，还有以及送礼物给麦的小哥哥们，送麦礼物，谢谢。OK， 然后喜欢麦的记得把麦的直播室通知点一点。刚那首叫做《风月》，黄龄的《风月》，直播室通知在这里。然后手机用户的宝宝在我头顶上方，哦，有一个信息的按钮。然后电脑的关注呢是在一号麦的关注，喜欢麦序上哪个主播就关注麦序上哪一个主播。爱看跳舞的呢记得锁定我们的993频道。我觉得我每次在念这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像一个唠叨的小婆婆，就是要说好大好大一堆。然后我们记得把这个关注，这里有个舞蹈人气之星大赛，把这个约一下，还有993的关注点一波。没有关注你们知道了吗？还有待会儿换一套衣服，第一个就是个热裤，然后呢再一个长裙，再一个这个，你们看哪一个？第一个是热裤，第二个是那个长裙，你们换哪？你们看哪一个？选一个。红的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显胖的一个衣服，红的比较的显胖，然后不太显身材。裤子的话会比较的显身材一点，你们看。第一个是裤子，第二个是裙子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就穿个裤子啊。对啊，我就待会儿就穿这个裤子啊。正好觉得你问的好过瘾。还有13秒，那我们下场再见喽。过15分钟我又回来了，我们下场再见，拜拜。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那个关注。